这是 National Stadium， 就是现代的奥林匹克开的时候，在这里头开幕式会在这里头进行。你看它这个对面就是一个小 park， 就是奥林匹亚 park， 它叫，这是人家在里头。叫 Sports Park， 就在这里头待着，然后这里头就是整个的 Olympia 最大的 Stadium。都是用大理石做的，就这些，因为希腊这个国家哈，大理就是 marble 特别多，所以它整个这个大的这个 Stadium。全都是用 marble 做的，所以它是 white。到这来看看，进去看这么一下，它这可真够讹人。看这么一下，让你十个游，谁没事去看一下？要十个游，你不进去，你就在外头找。就这么回事，进去也没啥好看的。大理石那么大的，这是现代的，现代化的。好了。